水，唱爽台湾，唱爽世界。啊，唱歌，唱好爽，啊，唱歌，唱好唱，上赞台湾，台湾上赞。
叫我的给你。大家好，我是大主演，欢迎收看《掌声台湾》，欢迎主持人朱多比。先生，いらっしゃ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謝感謝。谢谢邀请。我们真的很难得能够邀请到你来啊！不会哦，我跟你介绍。这是董运昌老师，台湾最伟大的吉他老师，大主演。这个是日本最伟大，日本人来台湾最伟大。今天很有趣哈，今天大主演弹大主演的歌，是董运昌弹董运昌的歌，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我昨天晚上乱做了一首歌 ，OK。然后因为你是很厉害的吉他手嘛，你是很厉害的吉他手嘛。等一下我们慢慢来聊这个哦，做太多丰功伟业了，得了很多奖哎，好几个专辑金音奖啊，林声奖的御用吉他手，那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个人哦也是更厉害，这个出道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大概没有四十几，他快三十年哦。快三十年。所以今天我们很特别，我们今天是一个 impact。碰撞 ，OK，collision 的事，哎，说 ，OK， 所以哈，今天大主演有他的歌，是有时候我们让大主演自己来表演，我们来欣赏。有时候大主演表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加进来？但是你没有听过，就我们今天是吉他果酱时间 ，Guitar Jam 的事，所以说我们特别请大主演特别选了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日本的老歌，是什么样的歌？おぼろずきよ。哦，波罗兹基哦，是的，是什么样？朦胧月夜，朦胧的月夜，那个不太清楚的 fuzzy 的 moonlight 的 night，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老的日本的老歌吗？是的，我，国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那个音乐的，音乐课的时候，是的，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课就有了，一定有啊，哦，说，大家都，所以你从小就会了。很多日本人也都会，是的。
在台湾做吉他录音编曲已经二十几年以上了哦。你要讲给大主演羡慕一下，编过哪些厉害的歌、厉害的人？预备开始。他有点忘记。张惠妹有没有？很久很久以前有啦，就是然后演唱会也弹了很多，主流跟非主流都有很多。非主流跟主流。谢宇威啊。哦，谢宇威也弹，也编了很多嘛。对，谢宇威。哦，对，还有江蕙。江蕙，江蕙我弹的蛮多。哦，哎，你又弹谢宇威，又弹江蕙，会不会？因为音乐差很多啊，差很多，对，哎，对，神经散。我其实比较喜欢弹台语。哦，说的是嘞，我跟你讲，大主演他是这个林生祥，就是也做了很多啦，还有做米莎的专辑，客家的话，还有做一个东京中央线，东京中央线，我在乐团，还有做一个原住民的云律师，有云律师，云律师，哦，你也做过云律师，真的，哎，现在我们请这个董运昌特别找了一首你可能没有听过的台湾的古老的歌，我们找了什么歌？翠心灰，翠心灰哈，为什么选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有台湾的过去已故的国宝级的哦，这个邓宇贤作词作曲，就是台湾非常知名的过去的作曲家做的。再唱。光を集めて。
誘う七色の風。你如果是弹电吉他，你要转木吉他，通常都很难听。啊，弹太重，弹太重，但它是 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song。哦，说的是。只剩下一个人，伙伴们都离开了。高架桥下，那个小伙子跨坐在小美人汽车上，专心望着手机。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比我还年轻个20几岁吧，20几岁吧。念过做那是 CD， 有随身听刚出现，还幻想着未来，说不定耳机就能听音乐，结果真的实现了那阵子。风格迷离一个月，当光是在希望着火，咱们随身记的几面上写下乐团的名字，就兴奋的无法自己。香港30年重听那乐团的专辑，在台北深夜的街上朝上有上弦与雷鸣，在体验比屋顶上跳舞的雨顶一起听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回头看，14岁的我也在唱，40岁的我也在唱。光を集めて誘う七色の風。光を集めて吉他，因为吉他我遇见了许多人，师傅教偏爱继续摇滚的台湾吉他手，最近也帅气的弹奏出更丰富多彩的音乐了，好厉害好厉害，是过亿小学1、2年级时，为了在毕业典礼还是什么场合，香港年级先上一局，大家唱了当时的流行歌，不带一丝个性，只是纯粹将日阳光住在语言和旋律中，语言和旋律中。从会弹吉他开始，我似乎像这样把努力关注在音乐中的。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时候？我一直讲不起来，那是透明的感觉。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回头看，7岁的我一脸微笑，7岁的我一脸微笑。自从弹了吉他靠音乐谋生以来，我一直将它们抱在脑后，而现在我们重逢了。就懂了，我怎么想？我想谢谢你们，我怎么想？之后我将带着7岁和14岁的自己，我一起走下去。在这边方，我知道现实世界中，从那时起来至现在，我始终活在梦里。也会继续旋动 ，Do three and one。
迎光临。唱颂台湾，来换你一杯，来唱颂台湾，换 Ken 来，来唱颂台湾，送哦。我觉得 Ken 的歌词写得非常有趣。哦，刚刚那个是很厉害的歌词。他虽然是写中文，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故事，给我的感觉很感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台语的老歌，他是 Ken 是没有听过，对，他是把他的故事用这个歌讲出来，所以我都在听他在唱，他在讲他的故事。所以刚刚你那一首歌，其实董蕴昌可能没有听过。但他中间就可以加进来，这个感觉，你觉得有破坏你的？没有没有啊，没有啊，有把你的歌更的那个 lifting， 是的 ，uplifting 变成是另外一个，从后面那个啊，推的感觉，推的感觉，是的。然后这个还可以吗？还可以啊，有时候危险。我是专业在做危险的事情， okay. 都比你们都还要危险。OK， 你有没有去过 music school？ Music school 没有啊。哦、oh. ，我可是我有两个老师，大学的时候那个，我学习爵士音乐。哦吼、嗯 uh-huh. 老师的名字是不装军旭。日本的一个爵士老师，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已经过世的，津村秀明さん。嗯，因为我是1974年出生 ，Heavy Metal era， 所以我的时候，他小时候都听 Heavy Metal，、嗯、没有兴趣木吉他。我年轻的时候都是弹那个咔咔咔咔那一种的。是的，可是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弹奏木吉他。那个时候的老师帮我很多很多，嗯，是的，所以我没有去音乐的大学。中间你不是中间不是遇到平安龙不是？之后我学习。Okinawa的音乐家。是的，我学木吉他之后，这个看吉，我的朋友介绍平安龙先生。那个时候他找 Okinawa 的吉他手啊，对对对，最早的时候平安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请 Ken 一起来，是的，2003年，所以才遇到林声祥，是的，然后后来才开始在台湾，所以那个在台湾很受欢迎，所以一直在台湾弹，一直弹，一直弹，出了一大堆。跟他一起那个风神，中神的风神的聚酒，他们喝酒吃饭啊，好跳舞，对，我要当做那个中神的跳舞的句子，所以哦。那个这个是唱线的，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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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沙沙呀沙沙，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平安龙都一直学习，一直到遇到林声祥，一直到现在。是的，是的。但是大竹园的 acoustic sound， 他的 touch 是非常好，所以音色 very beautiful beautiful tone。因为这个 touch 比较好，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因为你知道。你如果是弹电吉他，你要转木吉他，通常都很难的。啊啊，弹太重，弹太重，我懂。但是它是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sound。哦，そうです。でも董さんいえすば、なんか孔子那个右手左手的 balance， 我觉得超厉害。哦，这样子。我想成为这样子的吉他手，我年轻的时候。你想？可是我已经放弃了，真的。嗯，真的真的。你们的时代的时候，先木吉他有兴趣吗？还是先电吉他？我先木吉他。啊，真的、哦。就是民歌啦。可是我电吉他，我电吉他学不好。啊，真的、哦。东山的这个奈龙吉他的东，我真的喜欢呢。哦哈。嗯。这个声音很喜欢。是的，是的。哦。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吉他冲撞之夜，试、okay.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哎，我听到。嗯，阿诺呢？沙波罗，奥达鲁，阿萨伊卡瓦。
那个时候我出专辑的时候是33岁，哦，感觉好像做音乐要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要决定一些事情，就从此以后不再做音乐，有可能，有吗？真的有可能，命运的交叉点，哎，所以最后决定还是直走。
乱摆，中啊昏，南风吹来冲山。世界名曲《种树》好像有听过了哈，应该有听过了。这个应该是啊 ，Ken 桑一开始参加林春祥的第一次的专辑，很早很早的，是的，2006年的这个专辑。嗯，种树。嗯，从这个之后，因为这个好像是林春祥加平安龙加 Ken 就三个人。嗯，那个时候开始合作到现在。是的。对啊，因为 Ken 在台湾真的很受欢迎，而且 Ken 很厉害，一把吉他拿着，一个音箱拿着，还有可能身上带十几张，然后有些很小的书店，有些只有坐十个人、五个人而已就去了。我也是啊。你干？你我也有吗？我也是啊。五花多吗？五啊，五啊。紧张啊！要去了。真的啊，跟我赢他，我带两颗喇叭。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这个因为其实大家没有合作过嘛。其实 Ken 真的出很多东西啦，这个是这个 Ken 的个人的专辑哈，金曲奖，应该有金鹰奖、金曲奖，这张金曲奖，德国录音的空只有空心吉他，然后我没有 edit 啊，从躲到最后那个我没有 edit， 就录下去就录下去了，没有接，没有，不要接，没有接。他得金曲奖的这一届这一张，我这是得金曲奖那一张，我是评审。他是评审，我是评审之一。那个录音真的很棒，这样子，但是一直录下去这样子，对，主要是他的吉他很好听，再配上他的手，对啊，那还有录音真的。大主演在上一阵子就出了一个有唱歌的，这个为什么要唱歌呢？我知道，疫情的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在台湾完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那个做这个专辑，原来我没有想象唱歌。可是那个一定是你的老板逼你，大主演 Ken 桑唱一下歌，唱一下歌，唱一下歌，因为大家都想要，因为你都一直弹一直弹，弹了十几年，大家很好奇嘛。如果你唱歌怎么样，是这样子吗？是，可是很自然，那个好，那个快转倒带那个歌词是我的真的故事，你自己的故事。是的，上播的时候唱歌，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乐团的。曲子的时候，好像十四岁的、七岁的我在这里了，就快转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是，平安龙，这个很有趣的。平安龙是大主演的老师了，是的，出身的乐手。啊，大主演有一个心愿，想要帮老师制作专辑，对不对？是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主演就帮平安龙制作这个专辑，非常非常棒。他是那个三位线，三位线，是的，也有三位线，对，他也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吉他手，所以他是现在七十一岁吗？他的年代的话，那个冲绳的民谣大家知道，然后黑人的音乐，美国的，因为他是冲绳人，什么都知道，都那个在一起，是的，很有趣的音乐家。对，那东京中央线，这个就是因为一开始是 Ken 帮林声祥做音乐。然后后来 Ken 就介绍 Toru 贝斯手，然后 Toru 又介绍鼓手 Nori 桑，贝斯手 Nori 桑，贝斯手 Toru 桑，鼓手 Nori 桑，我最相信的，就帮林声祥做音乐，但是有空的时候就做这个东京中央线，是的，那东京中央线的音乐跟林声祥的音乐完全不一样，fusion 故意的，是的，是的，要做的很不一样，
而且他们那个这个诺里桑托尔桑是真的东京的中央线那边的爵士世界出身，所以那个不是一般的 fusion， 不是一般的爵士，跟是奇怪的感觉，是可是危险的 fusion， 是的，危险有一点危险的。好，阿姆奈爵士，阿姆奈 Japanese style，Japanese， 说的是呢，是的，嗯 ，Japanese 的 style，I don't know 啊，是吗？那这一张是董运昌第33个街角转弯，第33个街角转弯几下？哎，那个时候我出专辑的时候是33岁，哦，感觉好像做音乐要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要决定一些事情，就从此以后不再做音乐，有可能？有吗？真的有可能？那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哎，拜托你行李要好，当你没啦，那命运的交叉点，所以最后决定还是直走。所以继续做，等于是你人生命运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专辑。对对对，这张也有得奖哎。对，这张得了金曲。董运昌也得一大堆奖哎。你们比赛看谁得了多？好像 Ken 多一点。我得两次，我得两次，两次得两次金曲奖最佳演最佳演奏专辑。那个时候得奖比较容易，现在得奖很难。说的是现在得奖，现在得奖比较难哦。以前得奖容易，卖 cake 啦，所以。大竹研得这个金曲奖很难，是吗？我们再来玩一个什么东西？是你的歌的话，然后我加一点东西进去的话，一定危险啊！做音乐就是要往危险的路上去，这样才会有趣嘛。爱抱着期待。